小月，你走慢一点，等等我。那个，你是走累了吗？我不是走累了，我感觉好冷啊。对，我们这里下雪就很冷。下雪了吗？对啊，你没看到吗？路边都是雪。啊，真的下雪了！我只顾着走路，都没有注意看，原来都下雪了。哇，真的耶，都是雪。休息一下再走吧。啊，不用，我们走快点回去吧，回去烤火。好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生火呀，陈大哥，你不是冷吗？你这是在生火是吧？我还是第一次见用嘴生火的。这个叫火筒。哎，我试一下来。还是别试了，我怕你到时候给我吹灭了。哦。这样火应该能燃起来了吧？趁它还没有燃起来，我们到地里面，到石湖地里面去转一转。走，小月，你给大家指一下，你家都种了多少石斛？然后你这样转一圈嘛，它那个转，然后这些都是的，然后后面。那个地方也有，然后这后面也有，都有是吧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啊，你们看，这是小月家自己种的石斛啊。哎，小月，我怎么没有看到石斛花嘞？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，要春天才开花是吧？你看这种，陈大哥，像这种叶子掉了的，它就已经成熟了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我现在不剪它，我不剪它，然后明年。就是春天的时候，它就会开花了。然后像这一种，明年是不会开花的，它要等到后年，它才会开花。所以说石斛花就很少。对，那必须要这种，你不剪它，它才会开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我们就先剪这个麦嘛，它就没得花开了，所以花就很少。行，那小月走，我们快回去，我看你都有点冷了，回去烤火。就是。哇，好暖和呀！哎。小月呢？小月，小月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喂鸭子吗？我准备抓一只鸭子。你抓鸭干嘛？给你炖个老鸭汤。不用，你快过来。不用，等你爸爸妈妈回来了，我们再做饭吃。快点，快过来。你还抓鸭子，还跟我做老鸭汤。你都忘记了吗？我们买了烤鸭回来的，待会儿等你爸爸妈妈回来了，我们再热两个菜，然后就可以一起吃饭了。你看，今天下雪了，我们一起上去看雪。陈大哥，我看到这个雪景，我想到了一句话：什么话？他朝若是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小月，你前面那句话是对的，但是后面那句不对。前面那句是"他朝若是同淋雪"，后面那句话应该是"此生与你共白头"。走，我们上去看雪。